看看，产量高吧？今年呀，价格也便宜。要是被那些坏人收走，一斤卖给你们呀，都要十几块。所以今年呀，我就要便宜的在网上卖。打开你们看看品质，据涵呀，它有100多种水果味，酸酸甜甜，特别的好吃。你要是喜欢吃，一定要带份尝尝看。